前面好像有讲一题吧，这个入门，这边其实有些同学发问的地方，然后我有征询他们的，就是这题目能不能公开哈、哦？那里面的话有一题是类似我用上次修改的这个来看哈、哦，把它排序一下，这个其他补充，应该是这个班，很多个班。然后在云端白板里面的其他补充范例这边、哦、等于是我们多了这一区的入门。那入门里面的话、哦、有一个是这一个吧、哦、顿号分隔，我按那个 分隔这个之前有没有讲过，就是抓那个同业的、哦、他的需求是这样的、哦、这个范例也许你们可以自己把它下载下来稍微了解一下。他的需求是这样，他的需求是他每天、哦、都要把那个同业的资料、哦、算过一，就是检查过一遍，然后把它算出结果来。可是他是土法炼钢做的。那我们来这一题的话，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稍微看一下。那答案当然我在云端上也有放哦。这，哎，奇怪怎么？这一题哈、哦，这一题那奇怪怎么还？那程式码在这边哦，奇怪，开启有点问题。OK 哈，那这个地方我稍微说明一下，反正也可以看一下上面，我看这，哎，这有没有截图哦？它主要的需求是第一题这个后面加顿号分隔这个先看，因为这个比较简单一点点。那里面的话你把它打开之后、哦、那我云端程式里面就是 这一些啦、哦、就一个方，我写成一个方选名称叫商品比数函数。所以商品比数函数做完之后，当然预设你们在 Excel 里面是没有这个函数，可是呢如果说没有这个函数，你每次它就是这个是一笔嘛，所以你可能就是一输入一、哦、那这个的话是几笔，1234567就要这样算，然后算换下一个哦、所以你会发现它一二三，然后就，而且它很多资料了、哦，每天，而且它每天都要这样算，所以我也蛮佩服、哦、每天这样算的人，这每天光算这些东西就真的非常太浪费时间了。所以如果说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嘛，就是自己写一个自定义函数，那我这边已经写好了，叫商品比数函数，它会先问你的商品名称叫什么，按个确定，自动帮你填满就好了 ，OK 哈、哦，答案就出来了。但是怎么写嘛，这当然是我们比较想要聊的，因为这个问题如果你去找所有功能应该是没有吧、哦、我怎么想好像也没有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的，顶多是什么，可能就用资料剖析吧，如果剖析完之后你还是分散在很多地方还是没办法集中，所以以目前来看、哦、好像除了写 VBA 之外应该没有更好的方法，可是 VBA 怎么写才是关键点 ，OK 哈、哦，那写的方式哈、哦，不外乎大概几个啦。其实写的方法啊、哦，前面有些 或多或少有写过类似的。那所以你要去，当然你刚开始可能没有方向的话，你可以拿以前可能写过的相关范例拿来做修改。好 ，OK， 那当然所以哈、哦，如果你的范本越多的话，你可能改得出来的几率越高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尽量你要去多多累积范本吧，对不对？所以刚开始这些东西啦，因为你们现在在学的并不是在应用哦，而是在设计哦，而且是程式设计，利用程式设计解决问题啊、哦。OK， 所以心态上恐怕要必须做调整了。哦，也许就像那个工业现在已经 4.0 了。啊，如果你们是办公室的话，办公室可能也已经要提升到 4.0 了。OK，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 upgrade 到 4.0， 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可能你工作起来当然效率会很差。所以呢，前提哈、哦，所以以后我想每一个办公室人员哈、哦，可能也会慢慢被逼着，就像很久以前啦，什么 Office 大概20年前吧，刚出来是一个专业，现在那什么 Office 会是应该的吧哈。哦，所以慢慢可能还是会被要求，就是说 VBA 还是需要的技能。那这里面怎么写？首先第一个，它是一个自定义函数，所以呢，我们在模组里面一样是插入一个function。那这个function里面哈、哦，到底会有哪一些东西？哦，我们大家快速来看一下。
第一个的话呢，当然哦，我会给它一个名称叫商品比数函数，这个可以自己取一个名称。第二个跟使用者要什么商品名称，你跟他讲说，哎，你给我一个东西，那我们关键点就是在哪里呢？在那个顿，哈，顿号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里面的话有什么方式可以让他一直找，一直找，直到找不到为止 ？OK，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会需要比较困难一点。第一个，你会需要用一个函数。 叫做 INSTR， 这个应该有印象吧？哈，就是，哎，它跟 find 函数很像，可是它的参数刚好颠倒 ，find 刚好是找哪一个字，在哪边找，在第几个字开始找，那它的顺序刚好颠倒，从第几个字找，哎，在哪边找，找什么关键字，刚好颠倒，哈，所以你大概要有概念，反正就 find 函数的颠倒，哦，所以第一个。 我们用这个地方去找商品函数里面有没有顿号，如果有的话呢 ，INSTR 哈，它会告诉我们它的位置在第几个字。OK 哈，所以它回来是第几个字哦。如果找不到的话呢，它就是零，找不到就是零。OK 哈，那这边我会有个变数叫 ICOUNT，ICOUNT 是什么？就是说呢，它总共有几个资料。那预设值是一，哎，为什么一啊？因为哈。 反正没有顿号，像这个没有顿号，那就是一嘛。意思就是我找不到顿号，那就是至少会是一。如果我找到一个，那就是两笔；找到两个，那就是三笔，以此类推哦。逻辑应该没问题。可是你要怎么样把它转变成实际上的制定函数？那底下可能会比较难的是回圈，哈，是用 do while 而不是用 for next。那前面这个有见过吗？这个没。 是没见过嘛哈 ，OK， 那没关系，你就当成是回圈里面哦，还有第二种回圈，它也是重复做什么事。可是 for next 哈跟 do while next loop 哈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呢 ？for next 一定是，比如说2到12，像它是一个什么呢？有个范围，对不对？可是 do while 是意思是说它不是一个范围，它是一个条件，当什么条件发生的时候。 它才会进入到这底下 ，OK， 也就是说后面这个是一个条件哦。如果这个条件为 true 的时候，就跟逻辑判断 if 后面不是有个条件嘛，类似的哈、哦。如果这个条件为 true 的时候呢，它才会进到底下这两行。如果不是的话呢，它就跳离，就不跑进去了。所以意思就是说哈、哦，如果我先让它跑，先让它找找看，如果呢找到的话呢，就继续找。 所以这个叙述是这样，如果找到就继续找，如果找不到就是零嘛。啊，如果零的话，如果它等于零啊，因为这边是判断是不等于零的时候呢，才继续找。那如果等于零呢，那就离开了，就不要找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零就是找不到的意思啦。OK，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？只是我们把那个叙述啊，把它转换成程式，就是 VBA 它能够看得懂的叙述哦。 OK。 好，那所以哈，哎，这个地方是，当我执行这边的时候，当然我这边可以先把它设个中断点，我们直接来跑这个好了，就是插入函数的时候哈，这边一样找到它，然后给它我们要的东西，按确定。那因为哈，我第一笔有没有？你会发现哦，这个地方因为它 find 我这边设中断点嘛，按 F 8那因为里面有没有顿号？没有嘛哈，所以按 F 8你会发现 F 是多少 ？F 为 0。 因为找不到，那找不到的话呢？这个条件会不会是 true？ 不是 true。那不是 true 会怎么样？跳过去了嘛？啊，因为 icon 本来就一嘛，所以它回来就多少？哎，就是一嘛，所以它 return 回来，那就会是一了。OK， 那如果说这边有这么多笔，对不对哈？哎啊，这个好了，用两笔好了，这样比较那个 test 起来比较不会跑这么久哈。那给它两笔，它一样回来是2。 那一样，我因为我设中断点，所以哈、哦，制定函数如果你要除错的话，记得要学会中断点，配合 F 8啊，因为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到哈、哦，这边有一个顿号对，所以它第一次会不会找到？这边应该会找到吧？啊，回来是多少呢？ F 8找到了没？哎，找到了3，有没有？1、2、3嘛，第三个字对哈、哦，那有没有找到？有找到了。 有找到的话呢，那你就继续找
OK， 因为我不知道有几个嘛，所以你就找到了，然后继续找，如果找不到就跳离嘛，哈 ，OK 啊为处对，所以它就进到里面回圈，先怎么样呢？先加一再说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找到一个了嘛，那找到一个你就先把它加一嘛，因为一个顿号就是一个嘛，哈，那这是我想的啦，哦，这是我的逻辑，因为程式说真的，每个设计师写出来的结果都不一样，但是只要是合乎逻辑。 就没有问题了，OK，好，把它加一，那这个时候就两个了。那这一行怎么叙述呢？这一行就是哈，继续往下找吧。可是继续往下找，你不能说从头又继续找，从头找呢，哎，又找到第三，所以怎么办呢？你要从什么地方开始找？从第三个字，再加一个字，从这个字往后继续找，有没有？哎，应该懂那个逻辑吧？所以这一行的叙述，你有没有发现？ 跟上面有什么差别？有没有发现？哎，就是上面呢，如果你没有写这个，它就从第一个字开始找 ，OK， 所以这边是有省略啦。当然你可以打一个，哎，这边再插入一个一逗点也可以啦，意思就从第一个字开始找。啊，这个是从第三个再加一个，从第四个字开始找，去哪边找？这商品名称找顿号，有没有找到？ 那有找到的话，那就继续再找，继续再找，反正找到没有为止啊。OK， 他就一直在跳过去，跳过去，跳过，应该看得懂这个叙述吧？哦，好，那有没有？哎，因为两个而已，所以他没有对，所以没有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零，找不到对不对？哈，所以他怎么样呢 ？Loop， 他就又跳回去了，跳回去的时候再判断一下，他这个里面是不是 true？ 哎，不是 true 了。 就因为它找不到了嘛，对，所以跳离之后，那因为两笔嘛，哦，所以 icons， 哎 ，icons 就丢回来，所以告诉他等于两笔，所以这边的话，哎，就两笔了，哦，应该懂我的叙述了哈，反正多一些范例嘛，反正你就多去了解，累积多一点，你就慢慢越来越会写了，好，大概是这样子，好，这个是第一个，就是有关哦顿号的做法哦，所以回去如果假设你的工作里面呢。 当然不一定是找顿号，可能是找其他的东西，那你就可以怎么样拿来套用嘛 ？OK 哈，很多地方大概都会有这种需求啊。第一个，这个稍微又简单了一点点哦。那稍微复杂一点的，就是在云端上面有另外一题，这边又先把它先储存好啊。好，那另外有一题啊，各位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是公司商品与同业商品分类表。 那它这个叙述是从什么？从第四栏，就第一栏里面，它里面要找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找那个笔数，它好像它逻辑是这样，这边有总笔数。哦，这个总笔数的话，哈，这个讲过是不是？有哦，有嘛哈、哦？应该那所以其实啊、哦，这个反而比刚刚还要更难一点点哦。刚刚那个还比较简单，就是总共有几个嘛？一二三。 四五六有没有七？一直往下，那它每天就这样一直数到最后21。OK 啊，那当然如果你要把它快速做出来的话，哎，云端上有答案。OK， 可以试试看啊。基本上我好像有做两种嘛，一个是 VBA 的，一个是 SAP。那这一题是在这个啊公司商品与同业商品分类表这边，当然程式码在这边。OK， 你如果 那最好是可以想想看啊，如果不行的话，那不然你就是参考一下啊。不过我这边是写的 sub 哈，但你也可以把它改成 function，OK， 那这个是第二个范例。至于其他的哈，当然还有其他啦，如果有兴趣同学啊，其他的范例当然也可以自己再把它看过哦。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。这个是其他同学有问到的相关问题哈。